我们需要新鲜的猪肉，这次就是为了特别要拍泰雅族腌肉，所以我现在要来买肉。这条好了，我自己有盒子，谢谢。我们买到我们的猪肉了，我们现在回家吧。地球人注意，我是天狼星。诚如刚才在市场所说的，没错，今天我们就是来做泰式腌肉。不过这个泰可不是泰国泰哦，而是泰雅族的泰。为什么今天要做那么奇怪的主题呢？因为我开心。你可能会以为我应该是泰雅族之类的吧？不过我可是普通的白狼。基本上现在这个频道就是做我想要做的主题，趁现在观众数啊跟订阅数啊还不高的情况下，就是可以玩一些比较实验性质的拍摄。预计之后呢会创立新频道，然后做一些比较专题式以盈利为导向的系列主题。至于会是什么样的主题，大家拭目以待咯。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泰雅族腌肉。会想要拍这个主题呢，主要是因为我前阵子刚从我妈那边拿到一包小米。我不知道我妈哪来的小米，但她相信我可以把这包小米用掉。对于一个从小就跟着小当家学料理的我来说，小米能干嘛我还真的不知道呢。听说过小米粥这种东西，可它好像是甜的。于是我就想到了之前在台北读研究所的时候呢，从校内的二手板上买到了一罐神奇的腌肉，就是人家从部落研习带回来的腌肉。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是泰雅族腌肉，可是我一吃就整个惊为天人，因为我很喜欢肉品腌制的那一种微酸感、乳酸感，所以我就决定了这包小米，我们就是来做泰雅族腌肉。虽然我平常食欲很低，可是在这种奇怪的时候，行动力特别好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泰雅族腌肉到底是什么东西。泰雅族腌肉在泰雅族语里面呢，叫做 TMMYAN 的面。应该是这样念没错吧？那它其实很简单，就是用小米、盐跟猪肉腌制而成的腌制品。那其实跟阿美族的喜酪很像。德蒙面在泰雅族文化里面呢是非常珍贵的食品，一般来说就是在婚丧喜庆或者是有朋友远道而来才会拿出来款待的上等食品。那另一方面呢，就是猎人外出狩猎的时候，可能一去就是几天几夜这样子啊，那他可能就是会随身携带德蒙面作为随身道具，补血的时候呢就吃一块的 HP 加20。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制作我们的泰雅族腌肉德蒙面咯。泰雅族腌肉 DIY，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先上网找我们的食谱，最好是泰雅族人写的，这样感觉比较权威。然后我就在网络上找到了一份科展的研究报告，我是在原住民族传统智慧文献的资料库里面找到的。然后它是由宜兰县南澳乡五塔国小的小朋友在2016年共同完成的科展研究报告，报告的名字叫做《达玛面泰雅腌肉的科学》。总之呢，五塔国小是一个偏乡小学，而那边的小朋友呢，主要都是以泰雅族为主。所以说我们跟着这一份科展的研究报告做我们的泰雅族腌肉，搞不好可以做出道地的味道哦。制作德蒙面，我们需要的食材有猪肉、小米，还有盐。那我们还需要一个棒秤。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需要一个可以密封的罐子。那我们这次准备的是保鲜盒，毕竟是要拿来腌制的，弄不好的话可能会整盘坏掉。所以我们这次呢，要乖乖的按照科展研究报告结论的黄金比例来制作。我们有280克的小米，不过以原住民的经验来说的话，肉二小米一才是美味的秘诀，所以我们需要560克的肉。切肉，这样560了吗？刚好哎，先把猪肉切片，肉切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称我们大概用多少量的盐。那盐的话，它的比例大概是1:6%。那我们是560克的肉的话，所以我们的盐大概是 a few moments later 33.6克的盐。行啊，过头了，滴滴滴滴滴滴滴。现在是抓盐，然后帮它按摩。接下来我们来煮小米。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煮小米，而且我们只能煮到半熟，因为半熟的小米呢，它的吸水力是最佳的，可以帮助肉品在腌制过程中把出水的那个部分给吸收掉。话是这样讲啦，可是我连小米全熟的样子都没看过，会不会在这里就翻船了呢？不过还好，就是研究报告指出，小米它的熟度只会影响到肉品保存的期长而已。那要怎么把小米煮到半熟呢？那小米跟水的比例就是1:0.6，所以我们这边有
280克的小米乘以 0.6 的话就是 168cc， 文科生不要笑，差不多168倒水进去，好像还没滚就要先把小米丢进去，它水看起来超浅的，哎，这样真的没问题吗？我这次包小米哦，我们让它煮个一分钟，这什么感觉？这是焦掉的感觉吗？不，然后焖个10分钟，我们现在在等待魔法的发生，就是我完全忘记了，就是小米要不要先洗过，然后就直接给它下去了，你这好蠢啊！你吃饭的时候还会先洗米，完全忘记洗小米了。我说不出来，它就是很普通的颗粒感。嗯，这样叫半熟吗？这样有半熟吗？我不是很确定。他说要沥干，我觉得根本不用沥干啦，因为水已经被煮干了。不要担心的是，它反而在里面焦掉。小米吃起来没什么味道。不要问这种奇怪的问题，还是可能在包放比较久了，所以。香味都跑掉了吗？我们要相信五塔国小的小朋友，姐姐就靠你们了。那因为我们的小米的量比较少，所以我们就依照那个研究报告里面的范例，就是以先煮个2分钟，然后再焖10分钟，最后冲凉之后再淋干。需要冲凉吗？我觉得它等一下就会自己凉啦。我现在有一锅半熟的小米。有点出乎意料的事情是，小米它煮完之后，它膨胀了，然后感觉变超多的。我们接着就是要将半熟的小米跟猪肉混合在一起了。其实我平常做饭不会那么的精准，我跟一般诸位家里负责做饭的人一样，我们的标准量词都是用一点点、刚好、适量为单位。好，我觉得差不多了，它已经非常均匀的混合在一起了。嗯，我要打一个请勿模仿，铺好铺平。我觉得我等一下可能会先把它拿去藏起来，又不好面对它。我想10天之后再来看。那根据研究报告指出呢，它在常温的情况下最少要腌10天，然后保存期限可以拉长到40天。我们接下来就是10天后见喽。Several days later。好，很快的经过了15天左右，终于要来开箱我们的腌肉了。也因为这么特别的东西不能只有我知道，所以我们欢迎佑琳。耶，佑琳是我朋友，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一起吃吃看自制的泰式腌肉。很难解释，我不是在恶作剧。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吗？其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来就有东西吃而已。你说它是生的，它现在是生的。那我，所以我们是还不能够吃的意思吗？没有，我们就是要直接生吃它。啊，生吃哦。Oh. 对，原住民的吃法就是直接生吃它，就是你腌好之后就直接打开来吃。我可以接受啦，既然有人说这样子 OK 的话，啊、那我 OK，你知道吗？我 OK。我的保险业务员应该是不会出事的、啊。那个保险里面有包含食物中毒吗？欸、有，意外险的部分。好，对。但是假如说我们食物中毒之后，这部片可能不会上了啦。好OK， 好，我去准备那个筷子。那我们来把它打开一下，来，先闻一下。哦，那个有一个发酵味道。发酵味就是很好笑的发酵味。我有点动不了。它最后就长这样。白白的部分是那个肥肉的地方，我看过很多种，有人用烤的，当然生吃还是比较经典 classic 的吃法。我在思考这件事情跟做大怒神还是笑傲飞鹰比起来，哪个比较可怕？哪个比较可怕？我觉得我可能都不太想要。我们先用经典的吃法吃一次，等一下再用煎的方式试它的味道。很多人不是都会开箱那个瑞典的烟鲱鱼罐头，他们那个是真的蛮夸张，他们是一打开就咻人就跑掉了。可是至少我还坐在这边，至少我還坐在這邊。对，这代表说发酵味道没有到太刺鼻。我们一人选一小块。那我们要做什么 cheers 之类的吗？耶耶！蛮酸的，蛮咸的吧？我觉得有个酸味，然后因为它发酵，小米淀粉的味道，我想一下，这有点像是，你有喝过那种过滤很差的酒？过
过滤很差的酒，就是它可能是谷物酿造，可是它过滤没有做得很好，然后你在里面喝到很多颗粒的感觉，口感，我说口感是那种很干的小卷，就是乳酪那呢，咬不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煎熟，煎熟吧。对，我们接下来就煎熟它。好，来，我们试试看煮熟的，就是会不会比较好？我刚才在煮的时候我就闻到香味，煎啊，我是大用油下去煎它。对，有香吗？啊，还是有发酵味。嗯，就是发酵味还在，可是我觉得煎过之后更香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熟了之后它的咸比较没有那么死咸。酱蟹就会被誉为就是韩国的白饭小偷，那真正属于台湾的白饭小偷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太好吃的腌肉。哎，有机会真的要试一下，好不好？我们要有乘风破浪、冒险泛滥的精神，保险先买起来。你知道我对于泰式腌肉的初体验就是从你这边来的。那第一次就交给我了是吧？非常有荣幸得到你的第一次。啊，结论。好，结论。好不好吃？可以接受。会不会推荐给别人？我推荐大家都来跟我有一样的体验。感谢我们的地球人朋友，天狼星的地球人朋友。好，大张就这样子。嗯，那我下次再做一些奇怪的料理，你会敢来吃吗？好啦，可以，我会。以上这就是我们今天太雅族腌肉的整个制作过程到试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家里试试看。我会把整个食谱，应该是说小朋友科展的小路，不好意思。我会把小朋友科展的论文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里面，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家试试看。就这样，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 IG， 然后Facebook 算了 YouTube 频道，好，随便。我是天狼星，我是佑林，我们下次见，拜拜。我下次有机会再拿一个那个泰雅族的朋友试试看，我们让真正的泰雅族朋友鉴定一下。我觉得根本是羞耻 play， 你知道吗？一个白浪，然后做泰雅族腌肉给泰雅族族人吃，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逻辑？我想一下，这就是比如说我们做炸鱼薯条给英国人吃的感觉。